玉泉国际取得今年 LMS 台港澳赛区全平台转播授权。 Garena 提供，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。英雄联盟2018 LMS 春季赛即将于今20日开打。昨日玉泉国际与游戏开发商 Riot Games Garena 于台北内湖电竞馆举行授权仪式，正式宣布玉泉取得今年台港澳赛区全平台转播授权。今年赛事玩家将可与玉泉授权的转播合作伙伴 King Kong 金刚直播或是 Garena Live 直播观赏台港澳赛区顶尖选手较劲。 King Kong 网络直播频道是日前府成立的直播平台，目前已网络上千位实况主加入，并达成与电竞俱乐部 AHQ 战略合作，在电竞与游戏实况直播上兼具品质与新奇有趣的社交体验。未来也将与各媒体平台合作转播授权，期许为提升台湾电竞生态环境效力。本赛季一改过往，目前已知的转播平台少了 Twitch、 YouTube， 也让不少玩家大感不适应。但若以职业电竞的角度来说，当有平台愿意支付转播权利金买下转播权，对于联赛方与战队方的体质与营运或许都是一件好事。